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个小朋友。刚刚呢是在演奏的时候啊，我听到舞台下边有两位小朋友在一直说话。那么现在我不点出他，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希望我们这两位小朋友能保持安静。那么接下来要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朱毅博士。朱毅博士非常的细心。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朱毅博士。刚才这位诗乐小朋友弹得非常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啊？然后你有很好的乐感，非常好，特别是中段的时候弹得非常漂亮，非常的抒情，这点非常非常好。然后你看这个题目叫做什么？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啊。你知道特罗尔德豪根是个什么地方吗？它是格里格的乡间别墅。哦，是吗？这里它的别墅还是一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个在挪威的一个小山村，然后呢格里格很喜欢在那边度假啊，然后它是一个小三，然后它的题目是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你觉得他们那个婚礼日应该是怎么样的？像我们今天这边仔细这样的婚礼吗？你觉得是应该一样的婚礼吗？应该有些不一样吧。你觉得哪里不一样的？那他们也是坐着这个轿车是吧？然后新郎和新娘站在门口迎接贵宾，是不是还是也是这样的？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北欧的国家，挪威，对不对？啊，然后他们是一个乡村的，是一个挪威他们民间的一个，所以他们的婚礼跟我们这边的婚礼会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你在谈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婚礼它肯定是描写婚礼场面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这个是一点，是吧啊？那边然后北欧呢，它有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那个村庄里面它是怎么样去接新娘，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新郎啊，他这个是要到新娘的家里面啊去迎接那个，就婚礼是办在新娘的家里面的啊，然后不像我们现在办在酒店里的，他是到新娘的家里面，然后他们也是用那个马车啊，拉着这个雪橇或者这个马拉着马车，然后一队人马，然后就从他是乡间小路上面这样走过来，对不对？然后到新娘那边啊，然后等婚礼举行完以后，新郎再把新娘接回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那么我们第一段的时候呢，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你弹一下，你再弹一下，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是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马车的整个一队人马，就是迎亲的那个队伍从很远的地方这样过来啊。这写的是 piano， 所以我希望弹的不要太响，因为要表现那个是从远处过来的，好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紧张，这个地方你弹这个跳音的时候你要贴牢键，而不是这样很容易就是很紧张，不这个声音就很不是很松弛了。然后你要注意这个踏板，这个踏板是用在第一拍跟第三拍这个重音的，然后第二个就不要用了。然后你看下面一部分的重复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地方，它写的是什么？
个什么？那拖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要用糯踏板啊，就是说这个队伍行进当中，在山谷当中，它有那个回音的。如果你这样想象一下的话，因为它所有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它比较弱，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们吹吹打打的整个声音在山谷里面的一种回响。你可以把它做一下吗？然后你用那个糯踏板，对，左边这个。从头开始。就是技术部分啊，有的时候会要慢练。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也
我，但是有的时候我非常了解，就是小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个耐心去谈慢练，但事实上这个慢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是特别是一些技巧片段的时候一定要谈慢一点，练习的慢一点好吗？你可以变化的谈，你可以比如说我这几件谈的慢一点，然后呢我就快一点，你看看这个快的时候的效果有没有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回去谈几件慢的，就像自己给自己在做游戏一样，好不好？我们现在谈慢了，这样的速度好吧。
个声音弹出来。第三部分的话跟前面一部分是一样的，好吗？好，非常感谢，谢谢。